在觉得他好 man， 好有男子气概哦，就直接让人家整个少女心大爆发了啦！哦，受不了！哦，你这样想要跟他告白哦，怎么办？如果今天告白，会不会被他拒绝啊？可是人家的颜值这么高，长相这么可爱，个性这么好，他应该没道理拒绝人家吧？是吧？没可能。那个雨涵，干嘛？人家想先谢谢你，那天全人家回家啦。哦，不客气啊，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哦，对了，人家放学的时候还有一些事情想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这么神秘？现在讲啊。就是那个啦。哪个？你要讲什么？不知道，他超怪的，他刚才说什么？有事要跟我讲，他这边那个。哪个？哎呦，我讲。没事，我放学再跟你说。啊，放学记得等我。啊，你麻烦呢、欸。给鬼给管，扭扭捏捏。好了，跟你们说。怎样？那天你们不是找我，不是叫我陪战犯们回家吗？对。你要脱乳了？最好是浮夸。最好陪别人回家就可以脱乳了，那我要陪别人回家。咦？你们不是陪人家回家的吗？你闭嘴，那个不算。那个内八。打开。哎，上课了。你们可要精心打扮一下，说不定会遇到人生的另一半哦。这假老师，那我可要好好准备。你再多讲点舞会的事情啊。哦，没可能啦，你们严重，你们进度严重落后，我还要上课哎。那我可以赶快上课吗？快点啊！同学别急别急，稍安勿躁，台下的观众拿起你们的手机看老师秀一波。老师，你刚放的什么音乐啊？身体不能听到，这里要直接动起来嘞！对啊，我刚才睡没帮你耶，我情商都被治好了哎！情商不算什么，老师，我的自尊心都被治好。同学们不错吧？这可是我请八方云集老师编的舞，时下最流行的舞蹈哦。哇，受不了你们这些学生了啦！原本进度都是我们的两倍哎！好啦，下课下课，说散就散，散。不是啊，人家现在好紧张哦，要怎么办？放学等下要跟雨涵告白了，他会不会拒绝人家啊？不会。人家的颜值明明这么高，个性又这么好，到底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人家呢？是吧？好打。好啦，那就等雨涵出来吧。抱歉，我刚才去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啦。没事啦，人家也才刚到没多久啊。哦，你不是说有事要跟我说？什么事啊？就是那个，人家对你有一点，这样我很紧张，搞一点。人家也很紧张嘛，就是那个，人家
人家喜欢你吗？你给我认真，不要开这种玩笑哦。在一起啦？没有啊，人家才不会开玩笑呢。自从那天陪人家回家之后，人家就觉得你好 man， 好有男子气概啊。看到你，我的少女心都直接大爆发，哦，真是受不了。我先谢谢你喜欢我，可是很抱歉我们不能在一起，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。为什么？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的条件会比我好？因为。哎，我的手机勒会不会在教室里啊？那不是赖昱辰跟吴雨涵吗？他们在干嘛？是不是讲秘密？赶快来偷听。既然你都问我了，那我也不想隐瞒你啊。其实我喜欢的就是林柔宇啦。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人家的颜值比他高，身高比他高，身材比他好。到底有你有什么理由喜欢他？不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啊。而且什么身材、身高什么，你刚才说什么颜值，那根本都不是我在意的重点啊。而且他也不差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很差。什么？我刚听到什么？你刚刚说你喜欢我？什么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为什么？不是啊，我的手机忘了拿，我要回来拿。那你听到了多少事情？我全部都听到了，我知道你喜欢他，也知道你喜欢我。哦，不是啦，人家告白你偷听，人家一丝你都被你毁掉了啦，没品呢。既然你都听到了，那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啊？好啊，可是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耶。太好了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。我去拿书包。赖晨，不要哭啊！你要哭，赖晨。宝贝，等我啊！不是啊，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形？明明就是人家告白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而且不对啊。你有康嘉轩呢。有点怕黑啊，然后现在都没人，不是吧？人家很害怕、啊。等我啦，等我。那各位同学，又是我。不要。听老师讲的话嘛，今天没有要跳舞啦，老师。赶时间，等等就要去八方云集排舞喽！哦，对了，今天只讲一件事情哦，就是啊，舞会就在今晚，一定要来哦！还有啊，舞会完就是暑假了，不要玩太疯，记得要回来上课哦。阿顺，你讲完了吗？哦，老师讲完了。阿佩果的。哦，是。不是啊，小爱，我现在才讲，搞什么东西啊？哼，这办事效率，我跟你讲，上上。是啊，今天晚上舞会，人家就不能精心打扮了啦，很讨厌哎。还好我平常就有准备，我每天都在礼服来学校上学呢。算你，真是丑人多作怪。太夸张了吧？子安，你今天怎么安静啊？你都不期待吗？这有什么好期待？这种场合又不是第一次。哇！阿东棒哎，最近不是跟刘俊佳走得很近吗？你可以约他一起啊，说不定就可以出人声名，组成手办的哟。对啊。在说什么啊？不要乱开这种深夜话题，开那么快。什么乱说？所以你到底想不想要嘛？你想要我就帮你，从小到大，只要我想要，没有得不到。对啊，你给别人了。又是哪个男人被钓啊？哦，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到处抢别人男朋友？对啊，为什么你要一直抢别人男人呢？不是啊，什么钓男人抢男友，我又没怎样，都是他们自己来找我，好不好？可是你不觉得这样不太好吗？哦，以前觉得不会啊，可是最近不太喜欢。哎呦，你要反省了。
没有啊，啊就觉得这种挨一个甩一个的生活不适合我。算是这样了吗？你要转性哦，子安。真的假的？我们的花花公主大自然竟然会讲出这种屁话？哇！闭嘴，关你屁事哦！奇怪，闭嘴闭嘴，不关我事，本来就不关我事，好不好？我们都不要再嘴大自然了。不啊，毕竟我们子安的脾气可大了呢。谢谢哦。哎，你们男生今天晚上要不要去舞会啊？哦，在问什么废话？这种场合怎么可以少了我呢？在问男生，在问你。林德宇，你去吗？我都约你们了，我当然会去啊。那我当然会去啊，因为有你的地方就会有我。不是啊，那我呢？建议是不要问那么尴尬的问题。那还有一个人都不讲话、啊，快点啦，张冠梅。问了啦，刘俊佳，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和一起去舞会啊？再约，不行。你要我去吗？一起来。当然想。那我就去啊。阿亮，阿亮，阿亮，阿亮。受不了了吧？闪什么闪啦？在一起了啦！都几岁了，在谈这种小情小爱，真的是。